高沙系绿色建筑嘅高雄市民农国小，建立被水资源高设，用 AR 体验嘅方式，带领廿条生人呢接近韩国了解高内嘅水循环系统。其中嘅互动式游戏，大家忘记中意，还有游学生嘅参加设计嘅水宝宝之旅 App。现在水人工的脚步了解各种水的知识，还做的训练翻译，教接水装水管的互动游戏。甚至有好教的水位教学，小朋友一定乐意。我们有一个 AR 的 APP， 它只要扫描墙上的图案，它就可以显示出解释。有时候还会有小游戏。担任生意呢，也跟厂商一起一起来讨论，就生出一个 AR 系统哦，我感觉讲啊，透过生意人介绍出去，透过安尼教的方式，可以不然学习到哎水资源再利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知识。同江条对准高沙福塘，就做得看到以水海洋的熟悉，还有因为高干线，因为水资源高设备填脚高的水槽，最后留到高人的以前讲的。将你去后，就有三个。草半空，天个遐安尼穿沙土，就遐突然间太快个沙白沙条，高丽天个片，唔要半吞水，向下高起雨铺满个片。雨水都下来流到天沟，然后再经过里面的三个水槽处理之后，流到这个雨铺满里面。它这里面装的废水可以用来冲厕及浇花的利用。行水教室同以前讲个铁盖打开来。想看到安样同熟悉的雨水保存再利用，福教讲，因为气候的变迁，水资源越来越宝贵，希望也给福教有做点认识水知识的环境，培养小朋友有过多的好奇同寻找答案的精神。下个新闻整份，自国同报道。